110年7月20日9:35，三民区顶金透路36巷50弄内发生路树倒塌压伤人案，警方获报到场，一名严姓妇人因停机车时途遭路树倒塌压伤就医，所幸无外伤，意识清楚。现场尚有一部自小客及一部机车受损，警方到场封锁现场，并紧急通报市政府公务局养工处处置。养工处初步表示，该处为私人地，已先行清除下方树枝，由于树木易压毁一旁路灯电线，碰到高压电，故先由台电人员紧急到场处置，再进行清除倒塌树木的作业。警方呼吁民众，若发现路面有枯木落石或其他障碍物，请立即通知主管机关或打110通知警方，前往协助处理。